早安，马卡巴卡。早安。又到了我们拿出我们魔法小卡的时候了。我们要去冲绳滑雪。冲绳？哪里是冲绳？冲绳怎么滑？没有个滑。你是要滑进水里。我们要去北海道。哦，我要去北海道。我们要去北海道滑雪。在去员工旅游之前，我们要先谢谢一个人。是谁呀？就是美袋子由日本赞助我们这次2024年霸轩娱乐工作室员工旅游。好热哦，怎么那么热啊？等一下。我们要业配之前先脱个衣服压压惊，要业配之前先脱个衣服再证明是霸轩。想去北海道滑雪自由行又不想自驾的朋友有福啦，美袋子由日本提供你在北海道全程的整趟旅游的包车接送服务，让我们省去了跟团的不便，还有去除掉自由行的麻烦，我都不用做功课，超爽的。由在地滑雪司机随口随到，就算不会日文也能玩遍整个北海道。除了包车以外，美袋子由日本还有提供包栋民宿、滑雪教练跟滑雪日游，喜欢滑雪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前往北海道滑雪喽！去冲绳滑雪喽！是冲绳，好 ，Go Go！ 我们终于到北海道了。我们一到北海道的时候，就有美袋子由日本的司机大哥来载我们，专车接送。谢谢干爹，谢谢之余，请赶快搬行李，两个男人。这里有冰耶，我可以在这里玩雪。你要看北海道雪吗？男生，我们到了。在下雪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。啊，有雪耶！我也要踩！哇！我们在这边留下我们的脚印。我们的足迹。刚撒谎了，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你。两个男生都不想理我们两个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现在去吃饭了，午餐时间。今天吃小尊的青冢食堂。我们这个是那个他们推荐的。今天特有种的鱼，这是什么？就有很大金。大金囊。注意看，有很多库存还没消，就被。这是软吗？看起来像白纸。白纸它是公的。哦、它是公的。对对 对。所以这是金囊，一个好一个。好的，我觉得比生的，哦，好好吃哦，升华。我觉得他严凯又要去听的了，而且吃了白子之后会变变格，然后我们今天是变变格的套餐，我们今天变变格，点了这一份生蚝、哦，生蚝这样怎么吃啊？哎、啊，我想到了，我们用生蚝干杯好了。霸轩娱乐工作室北海道变变格大会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你没了。我感觉我的精囊也补充完了。我们终于回到我们的霸轩娱乐工作室北海道分部。好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从玄关进来之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第一个是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，看一下。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是洗衣间吗？浴室、泡澡的地方，还有撸拉拉的地方，洗屁股的地方。很贴心的提供干的汤粉呢。它提供一整盒的泡汤粉。哇！但是我们的厨房。厨房。厨房很大哎。我们可以自己 party 了，杯子16个杯子，很多耶。然后它有烤箱、微波炉、电子锅，然后这个是 IH 炉吗 ？IH 炉，餐具是，哦，洗碗机，洗碗机，哦，这是洗碗机啊，不用洗碗了哎，我们不用柴犬了，不用柴犬了，而且它真的是全新的，对不对？它完全看不出任何使用痕迹，我们就是它的第一个客人。这是一个密道，这是可以睡觉，这是哆啦 A 梦的密道吗？你先放哪？啊什么？你在演搭枕头战哦？这就是晚上那个员工的房间了。啊？我帮你们铺好，你们要睡这。那我去睡外面雪地的，再见。他去当雪人了。那我看看我们楼上是长怎样。这个就是听了爱姨妈的第二个房间。我们到底有那么多房间啊？三床房哎。嚯！那这里是谁睡很应该可想而知了吧，所以他可以睡超过十个人咯。师傅一直说躺床的感受一下那个被窝吗？感受一下今天吃的雪精呢、介绍完了，以上就是美袋子由日本提供给我们的包栋民宿，其实他最多可以睡八个人，但我们只有四个人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各自在北海道找另外一个人来睡。哦，我刚刚在滑日本听的，我还以到日本就在滑听的。你看他渣不渣？他到日本就开始物色别的国家的女生。我没有要，他没有女友。好啊，这段谁要上字幕知道了吧？早安，马卡巴卡工友们要、哦哦。怎么了？哦。我为什么会有人穿吊杆？
你会不会冷啊？你看一下小美穿怎样，毛帽、毛毯，还有大棉被。然后你穿吊嘎加短裤。我们老板目前独自在进行制作学员的工作。我们进行一个做什么环节？哦，等一下。我们的兔鼠已经五官完成了，我们的手手要放在哪里？它两边吧。哦，兔鼠的手变瘦了，它在干嘛？好可爱哦！以后兔先生超可爱的。好了，我们也堆完雪人了。好了，那你知道现在要干嘛吗？要干嘛？把雪人放在那个垃圾车里面。拉进垃圾车、哦。对啊，做完了就是要把它拉进垃圾车里面。突然有成就感的。很它很像哎、欸，白兔鼠，非常满意。我们好像来到英国一样哎、欸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一个新的巧克力梦幻工厂，白色猎人公园。它好像环球、哦。猎人要去拍哎、欸，银邦。猎人要去拍吗？银邦啊。银邦跟兔鼠。严凯。女生。哦。噔噔噔。可以吧？好可爱。我觉得可以耶，非常漂亮。我们欢迎各大饼干厂商来找我爸轩和小朋友。好啦，好，那我们公布一下，其实我们这次来北海道不是员工旅游、我们是来跟白色猎人洽谈公关合作的。这是我们的打样品，然后我们会在四月一号的时候在台湾正式售出。哇，四月一号，没错。大家记得四月一号的时候锁定我们的粉丝专页。没错，我们会。哦，那雨需要大、啊。我们在小樽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哎。哎、欸，男生不能让自己流血。你是不是吃太多冰棒甜了？我们今天要吃的冰淇淋是八段冰淇淋。八段冰淇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八点五段。八点五段冰淇淋。总共就是八点五段冰淇淋。我看感觉很重哎、欸，女生她在你手上怎么那么巨啊？我觉得你，我很怕你拿一拿倒掉了。你是不是需要帮忙？哎，等一下你怎么把它吃的跟不一样？啊？什么？你怎么把它颜色染掉了？它不是应该一层一层吃吗？它让我这样子每一口都吃到了八个味道。啊？你看这怎么那么恶心、啊？欢迎来到君奇医美整形前整形。这是 B A 照是不是？那女生，你好丑，我不要。就歪耶，这很像火焰，有没有？只有女生，我觉得它越来越歪，因为它只有女生的火爆。嗯，怎么样？好好吃哦，反正非常好吃。因为这雪真的超大，这是我们来北海道滑雪第一天，超雪最大成这样。那就不用拍啊，小美先不用挡脸，小美先不用挡脸嘞。兔鼠，嘿，哇，不用挡脸嘞，女生。哎，你在摸哪里？你在摸哪里？我离婚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有我要来了，重心哦！病毒，好，换霸轩。你是不是故意撞女生的？难道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怎么有了？前脚，前脚，有了。再多一点继续啊，再下来。哇！好一方。中午休息，补充热量的时间又到了。女生你吃什么？女生吃热乎乎的拉面。野菜拉面，你们也是吃野菜拉面。对。然后我吃的是这个，看起来很顶的鲑鱼冻饭。为什么来学餐还可以吃鲑鱼冻饭？补充热量，因为他减肥，他吃一个饭团。啊？你为什么只吃一个饭团？没有食欲。太累了，累到没食欲。对对对对。啊？没关系，我们相信吃完补充完能量之后，严凯就复活。对，复活。然后他等一下到山顶上就直接。你确定吗？严凯加油，有没有信心？没有，我没有信心。我们现在要去山顶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
上面了。啊，严凯不行了。对，他脚坏掉了。他严凯受伤拉伤了，所以他在平地休息。我们要先上去。这雪真的是暴风雪。对啊，我们在暴风雪当中，弄滑雪滑板。哇，好舒服哦，很像在坐猫缆。超冷，是有点冷，因为没有包厢。可以哦，哦，还行哎，虽然旁边的人滑很快，你很像 slow motion， 雪在秀走了，哦，那、啊、你的老婆呢？小美在上面，加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哦，来来来，来我这边。哦，一方来了，有了，一方要下去了，呜呼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呜呼！走喽！要去哪里啊？哈！Hello！ 哎，这里看起来很高级耶。很高级，这很像高级会馆，里面就是泡温泉的地方，男女分开。哦，可恶。好， 好，那我们去泡温泉吧。Go！ 我们刚刚四个人一起泡完裸汤了，是。刚刚他们两个人进入了深，进行深度比较。你说谁跟谁？我。我跟他。哦，你跟他。哇，这里是足汤区，就是只有你的脚泡。第一次体验户外温泉。露天温泉，而且是有雪飘进来的。我在泡汤的时候，那个雪一直飘下来。它很像雪在飘哎。我觉得露天温泉就是更能够享受雪景，是泡温泉。我一直跟你讲，大家进去有个观念，进去不要眼睛乱看，那个眼神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你那个眼神让人家不舒服。不会，我们女生都互看。你们继续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是不是员工旅游，来日本的话一定要泡汤。我们先集满五次裸汤，就去泡一次混浴。好，你说的。我们第五次员工旅游，我们先不先预告，我们第五次员工旅游会泡混浴。我先剪掉这一卡。好害怕哦，我怕那个严凯对我的遐想。哦，严凯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听到了。奈何条件。我现在泡汤完了。我们就直接在汤屋的会馆里面吃午餐。这是我们御守国一的员工餐。这是我们御守国一。这是我们员工餐厅。方便定时，就是淀粉配饭。好饭好肥哦。那男生你的嘞？我的话是咖喱，猪排咖喱饭，然后还有章鱼烧，大家等一下可以一起吃。耶！林凯嘞？我的是蛋面，结束。啊，他说什么？蛋面没了。而且我们在这边吃饭的时候，还可以看到外面的雪景，给大家看一下。Oh my god！ 这里是一个景观票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超美的。哦，哎呀，胖吗？是不是我男生要吐出来了？谢谢。我原本想吃你一口，我不敢吃。在台南有没有玩过那种滑草的设施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没有玩过滑草皮？没有哎、欸，很像，只是我只有滑水，草皮变成了雪。谢谢。哎、嗯、呀，好滑、哦、！Thank you。哦。舒服吗？它其实跟滑雪一样恐怖。好，严格好你们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你怎么用趴的？
可以滑那么远啊？空气力学。哦，空气力学哦。好哦，来哦，一二三。哦，丢雪耶！可以，可以。试试看能不能丢银方。对啊。好辛苦。我打我头，你这里要打我。可以。我们要回去了，然后大家看得出来我们回去了。我们明明都台南人，要穿这样了。不、哦，我们准备要回台南了。我已经准备好要回台南了。二十度呢？不会啦 ，OK 的 ，OK 的啊。我们这一趟算开心了、啊，非常开心。感谢美代子，感谢美代子，对，谢谢美代子，谢谢美代子，感恩包车站、民宿站、滑雪站，还有什么很赞？什么啊？就是美代子游日本。